Attendi.照你讲，应该是我摆一桌请你，替你带件，还是安怎？难道是你请我过来？感觉王德祖有什么代志要甲我讲？杨总啊，我有一件代志哦，想问呢，想要请教。迄江总裁吼，伫个旧厝有一段定啊，讲什么专心？我是感觉足古怪。啊，听讲迄天江博士有走去现场哦，啊去现场要创啊？你敢不知这件代志？哦，这件代志哦，我问过俊男啦，伊是甲我讲，伊只是关心江超越而已，是因为吼，伊甲江超越感情袂歹，所以吼，因阿叔蒙惨啦。唔对呢。我就在听人讲吼，啊，江博士迄天甲江总裁讲一大堆迄奇奇怪怪代志哦，未输伊对江总裁我尔了解呢。我想应该是俊男哦，伊工作伤忝啦，所以话使哦别讲啦。是讲江博士甲江总裁之间感情是无任何牵连。哎呦，唔是听讲，迄是因为俊男。甲恁总裁骂的后生，生了江兵，江兵，所以关系就特别亲啊。陈浩刚那武功，身受江兵，连伊亲生妈妈拢认唔着啊。而且，更加特别是，伊甲超越感情讲遐尼好。哇、哦，江总啊，啊，你甲你这个弟弟，到底是倒位熟识啊？啊，俊男，就是阮生技界的金童嘛。叫阮有机生技乌来重金培养，伊讲厝内人嘛足大个呢，啊，代志就真简单。王德祖啊，假使你有其他疑问，你直接去问俊男。我想哦，为细汉到大汉所有学历经历，伊拢会当完整讲予你听，予伊家讲，可袂定答啦。这个江开勇绝对是伫甲我讲白贼。唔知影张俊男的底细是安怎，是毋是甲印传有关系？这点我一定要用清楚。对啊，金妹，你加啉一罐，你安尼回去哦，暗时加足好困嘞。啊，这菜毛最好食哦，加减食一点啊。下一菜，人家是色香味俱全，赶快是人间美味。我怀疑我顶世人哦。可能是拯救世界，所以我这世人足幸福的，会当投胎做老虎米的后生，常常咧人食到师生等级的手艺。所以讲啊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你哦，食到炸便当啊！你真正是，你免该搞我学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即马娶某啊，你某在管的。所以你要学了吼，你教阮金玉学了就好啊。哦，无喏妈，这我袂甲你相像哦。在家风的心目中啊，第一个查某人上加重要，永远拢是你。哎呦！哎呦，那是天要落红花哟！啊，你不是上头要食这桥啊？安尼跳过你爱食这豆干，我先食桥啊！啊，咩？对啊，啊你以前不是拢讲这桥一开软软，干嘛就恶心呢？你怎么敢吃？哈哈哈！哎，我不跟您讲啦，我不落水哦，昏迷几两年，啊，进行了哦，口味都小可改变呢。可能是感觉讲哦，人心短短，哎，还要珍惜，袂遐尼啊紧食，有通好食就袂歹啊，对吧？对啦，是啊，搁再讲妈，你的手艺遮尼好，遮尼会煮食，就算讲是搁看作歹嘴斗的人，食着你煮的物件，拢会学落解得志。对啊，你紧食紧食，加食一点嘛。哎、欸，叫咩啊？紧啊！我讲几句话好话啦。我唔是无想要替你讲话呢，
也毋过我嘛有感觉到，家风这几年哦，是足辛苦的啦。伊为着要互你感觉骄傲，哇，累是真侪压力呢。伊寒冰骨望着讲，伊跋落水，险险啊，吸水无命呢。吉妹啊，啊不是讲过啊，这件代志哦，卖在家风的面头前提起啦，啊你哪会袂记得啦？爸，阿爹你讲，唔就表示讲，家风细汉真正要吸水过哦，所以伊望的拢是真正有发生过的代志。第一次是家风做梦，是梦到伊吸水哦。是啊，而且哦，伊拢惊到跳起来呢。卡叔讲，伊望的拢是真实的，咱就表示讲，细汉一件代志，确实伫伊的心内有留一足大阴影。我有吸水过啊，什么时阵的代志？我完全无印象嘞。其实我嘛是故意要我骂你啦，迄当初你才人话尔，你去用救起来精神了，可能是受过着惊，你着规个人拢变啊怪怪，啊，啥物代志拢袂记哩啊。我甲你爸爸哦、喔、是费足侪心力，才甲你恢复正常的。哥细汉的时阵，哥是真听着，嘛真听话，伊哪有可能走去水边耍啊？迄时阵哦，我也无在现场啦。啊后来，家父叫精神以后哦，我问伊发生什么代志啦，伊就讲哦，迄个时阵有一个跟伊差不多大年纪，那跋落水啦，而且跳落去啦。他们真正是安尼？无啦，闽南有啥物囡仔？伊当初我问迄育幼院的院长，伊讲因内底也无囡仔拍无去啊啦。可能是恁哥哥吼，惊叫恁爸爸骂，唔只吼家己编一个理由，想要为家己开脱。想起来嘛是足唔甘的，拢你啦。你看你，就是这严格，唔只有囡仔惊干呢。育幼院，那小杨到底育幼院啊？在当初恁爸爸为着要找失踪的咪姑。想讲哦，加做一挂好代志，积一挂福报。私底下哦，拢有咧关注育幼院。伊刚是去因邀请去参加因的感恩餐会。恁爸爸伫台顶哦咧地主，阿丽伫外口咧佚佗啦。后来哦，我就发现你无去啦，啊，就着急要找你啦。啊，无偌久就听到水边遐有人咧话讲哦，有一个囡仔跋落水互救起来。我唔对哦，咱已经赶过去啊！你唔知迄当初我真系惊死，我一转过看你倒喺涂骹，我真心中遐么惊伊。你嘛好佳哉，讲迄当初啊，你刚食到一挂水，你还有气，竟然送去病院，竟然甲你救精神。不过你精神了，你啥物拢未记了了啊？后来我甲你妈就决定讲哦，为着莫甲你刺激着，以后在你的面头前哦，拢莫阁提起这件代志。啊，若不是其他哩啊，你安尼哦，做迄去做恶梦，哦，你运金积啊，想起这件代志，这件代志阮早袂记咧啊。歹势啦，啊，敢是因为我家己积水，啊，头壳无啥清楚，我真正袂记咧。家风细汉的时阵，我拄着遐尼恐怖的代志呢。如果讲到一做恶梦，我阁甲伊讲，哎，遇水则发，我是足低落的呢。所以家风，你当阵讲有一个囡仔，敢真正就是因为惊讲爸这比例唔才变出来。啊，不过爸妈，啊，那边啊是不是有一个小拱桥？有呢。我哪呢？敢会是因为过去的代志造成这个梦境啊？我是有梦到啊！我走过一个小拱桥，啊边有真侪树啊、甲花草，啊刷落来我就跳落水啊！啊，不过过程中我拢无梦到迄个囡仔嘞。所以讲，你真是因为惊爸骂，所以幻想出一个囡仔。实在是哦，你安尼让妈妈就唔甘的呢，拢是你。哦，无怪哦，无怪人咧讲哦，甘愿安尼担领一斗米，
嘛唔愿担领一个囡仔屁。我咧啊咧认真管教，望子成龙，结果拢做唔到呢。啊，无奈啊，真正是无奈啊。既然这个假罗家峰的原始基地已经渐渐啊出现啊，那呢，我就会当提早进行后一阶段的计划啊。黄金啊，你去万条万条去的代志，我有听你讲嘞，你要紧无？我不要紧啊。还是讲哦，其实正常你去学江道生甲你控制的时阵，元气都伤着安尼。照你讲是应该爱伫厝的，好好休养才对。不过即马你稍微着，你要甲超越道化公司，无闲甲连身体拢无咧顾，哦，实在是足气气。金妈哦，本来都重情重义的人啦，唔只为着要报恩，有法度吼，伫迄大小鬼啊，扛迄江中年青哥边待遮久。哼，嫌过哦，妖魔鬼怪哦，就是妖魔鬼怪啦。伊有法度吼，在伊西头，伊无法度在伊西尾啦。迄总有一天哦，这老妖都哦，一定会现形，无法度搁害人。安尼哦，到时阵金妈有得咱解脱啦。我管哪有恁讲遐尼伟大啦？啊，即马超越嘛算是当家人呢，哦，我甲伊斗三工，嘛是甲阮瑶、张先生斗三工哈，我会尽量去做啦。啊，不过进前恁咧未来阵的计划吼，我等下咧顺时顺时，结果造一个油箱水出来，甲张先生咧拍官司啦，啊，煞去耽误到恁的进度，啊，你都爱用遐侪精神、心思去处理遐侪麻烦的代志。就拍水呢。若是讲我这油香水哦，我真正是鬼巴都会啦。这几十年以前的代志啊，拢臭酸啊，啊个乌出来那里来里来，根本都是内乱的嘛。家己囡仔咧顾无好咧怪别人，还真正未生咧看头厝边啦。我家己讲，伊上卖我拄着，啊那无好啊，甲伊开讲一下。啊，当年吼，伊车头无依无挂，啊，贵个后生都咧过旺去啊呢。哎耶！对咱家有遐尼亲的关怀吼，嘛是当了解啦。尤其是咱做爸母啦吼，搁较会当体谅伊的心情嘛。嗯，哪来什么人要体谅张新妈妈的心情啊？啊？这杨香水哦，伊安尼嫁入别人的家庭，拜托，迄都够夭寿啊！讲硬要生囡仔，迄根本就是无存好心嘛、啊。伊就是哦，要利用囡仔清门大户，要去吃官不要讲，唔只囡仔生出来无要顾，根本拢家己做得来的啦。唔管大人的文官挂亲，迄囡仔拢是无辜的呢。尤其是中子啊，佫遐尔细汉，一个小小的身躯哦，我爸母砍掉的，孤孤单单倒伫咧冷冰冰的病床，唔管啥人看到，拢会感觉唔甘。何况是伊妈妈啊！啊，忠诚啊，甲伊妈妈，佫唔肯放伊山呢，佫走去病院，当着众人的面头前啊，用钱甲伊侮辱，甲伊糟蹋，无怪伊遐尔怨恨，遐尔艰苦。啊，今仔日啊，伊会针对忠诚啦，我是感觉一点仔都无冤枉啦。黄金嘛，啊，你那雄雄变甲这激动？在迄个油香水咧讲话，有啊，啊，你咧中字啊，你叫开遮顺嘴，而且，你讲啊足详细呢，袂输敢那你哦，当年你在场同款呢。哪有可能啊？迄时阵咱甲在兴还袂熟悉咧，我哪有可能在场？迄嘛是后来我听在兴讲的啦。哦，啊，那在兴拢无甲我讲啊？就亲像你讲的啊，拢是过去的代志，无需要搁提起啊。啊，杜姐吼，我是就事论事哦，讲我家己的感想，无针对任何人，吼，卖放在心肝内哦。怎样啦？